老公，你答应我，要好好的保住自己的命，照顾我一生一世，好不好？我问你一个问题，我爹是不是你杀的？你们信我？我爹是不是你杀的？有人追上来。已经做了，做尽了，你别再跟着我了。万一被人抓了，你就是协助逃狱，是死刑。马上跟我走。不行，艾牛嫂不想你有事，所以我不能让你死。艾牛那个傻瓜也知道你想搞什么。你们两个真是傻斗傻，笨斗笨的。我不管你这么多，你现在马上跟我走。总之我不会把你留在这里。留在青山寨，哪怕没柴烧呢？他日东山再起，你一样可以再做大帅哥吗？我不稀罕做什么大帅哥，我不稀罕什么东山再起，我现在只觉得很不爽。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懂不懂？你聪明点行不行啊？为什么你这辈子都这么笨呢？我不管这么多，你马上给我走，这个是命令。对不起，我是笨，我不对，我不聪明。但这次你怎么打我骂我下命令，我都不会走的。我跟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我们一起长大，一起落魄，一起上位。你总是说我们是两肋插刀的兄弟，现在就是我为你两肋插刀的时候了，大哥。我叫你大哥不是嘴上说说，我真的把你当大哥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有，我这辈子遇到一个好女人，就是艾妞嫂，她不想你死，所以我不能让你有事的，大哥。我罗毅发誓，我罗毅不会做背叛你的事。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我生日。一眨眼就一年了，你就当送份礼物给我吧。你怎么？你够一起滚！我在这儿，不用找了，出来吧！看你往哪儿跑！罗毅，敌旗在哪儿？不知道。我问你，敌旗在哪儿？不知道。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枪硬？说！我是身为镇的大帅，罗毅是我副帅，我的人，我的事，你别插手。投降，我会想办法。这件事还有转机的。我无话可说。这件事是我一个人策划，跟其他人无关。你要杀要剐，随便你。招认，把事杀了他。蠢的放下枪！我说这件事我会处理。谁开枪，我就杀谁。罗毅，罗毅啊，你听着，投降啊！大家这么多年兄弟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我说一就一，说二就二，投降不是我的风格吗？你别逼我，帮不了你了。大汉，我知道你为难。这样，我们斗了这么多年，上次又不分胜负，再来一次，让老天决定我们的生死，好不好？你是不是疯了，老爷？你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兄弟相残，
好看。不过今天无论结果如何，罗毅别想活着出去。兄弟，记不记得大哥教的，阳受尽，落因果，生老病死。出手明明比我快，你为什么打歪？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你死了，谁照顾艾妞他们？马丹，答应我，答应我，不要，放了大帅哥，放了大帅哥，总之，答应我跟我一起打仗。佩服佩服佩服，你连兄弟也能下手，果然是做大帅的材料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今天的事告诉蒙大帅的，让他知道你有多忠心。马腾，你杀了罗毅，你杀了你兄弟。狄铁，马上给我追！追！是谁呀？是不是大帅哥？罗毅劫狱带走狄奇，严重违反军纪，我们已经依军法把他枪毙。为了不让同类事件再发生，我们会把他的尸体挂在牌坊上三天三夜，以儆效尤。大家听见没有？你不是我杀的，是你的兄弟杀的。马探，我看你这傻子跟罗毅都是傻傻呆呆一路货色，你是不是帮凶？你别含血喷人。东来昨晚跟我喝酒，资料现在刚醒，我可以做个证人。你是他们军师，你怎么说都可以，我会信你吗？你听着，李新贵，这件事已经结束。你的尸体我自己会处理，如果你再说一句，信不信我马上毙了你。我当然信了，连自己兄弟都能下手，你有什么做不出？我告诉你们，如果我找不到狄奇的话，我要你们全镇人陪葬。走，罗毅。
安妞嫂，别这么伤心了。你是不是人呢？烧水至少是那主人，但你连兄弟都杀，你根本就不是人！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不会原谅你。安妞嫂，安妞嫂。你跟我都知道，罗毅这次是视死如归，不成功变成人的。我不是要帮满汉，我只是说句公道话。罗毅这次劫狱，不管是什么理由都好，怎么说都是死罪。现在总算慷慨就义，求人得人，我们不能怪满汉。如果是我，要死。一起死！东兰，罗毅行动之前故意不让我们去，他要迷晕我们，就是不希望我们跟他一起牺牲。我不怕！你到底明不明白？罗毅，闭嘴！你才不明白！为什么？是兄弟，你怎么能下手？你怎么能下手？你啊！东兰，你打死他了！起来，东兰，冷静点，东兰，你这么打他，罗毅会复活的。东兰，你是想再找个兄弟啊？你连生日礼物都没收。广州雷佛手雨天齐，冰河雷生神快乐，年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。共你每年生日我都记得，今年是第一次忘记，没想到是最后一次。大哥，没什么能为你做的，只能为你鞠三个躬。为什么矮妞的照片会在你的军帽里？你们不相信我？信，我信。那矮妞嫂这种真是好女人，肯为了大帅哥共同进退，光是落地生根这四个字就足够穿透人心了。跟矮妞嫂去省城买些日式的床单被子。怎么了？毛毛雨下个不停。矮妞嫂。罗毅，这次任务成功，真是辛苦你了，兄弟。罗毅，你平安回来就好。嗯，我这一辈子遇到一个好女人，就是爱牛草，她不想你死，所以我不会让你有事的，大哥。我罗毅不会做背叛你的事。你骗了我这么久，你爱一个女人，
不只是爱他一个，连他的男人你也爱，甚至可以为他死，不需要这么做的。你不救我就行了，你就可以跟爱妞双宿双栖了。你宁愿死，你也不肯背叛我。哇，我怎么玩得过你啊，兄弟？原来最笨的人是我，你没对不起我，是我这个做大哥的对不起你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回去替你讨回公道。最重要的是照顾你最爱的女人。远一点，是。长官大人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昨天已经有人收了茶钱，今天真的没钱给你们了。昨天收了，今天不用收啊。但是我们这种小戏班哪有这么多钱啊？就是看不起我了。我现在怀疑窝藏通缉犯，我要进去搜。哎，冤枉啊，长官大人。要不这样，坐下来喝杯茶，慢慢聊，万事好商量，好不好？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。哎，来倒茶。为什么要帮我？我生平最恨的是军阀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你。只要是跟军阀过不去的人，我偏要帮。我出去戳眼他们，你找地方躲起来。镇取西京特派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，帅到屌炸！这个孙悟空演的真不错。海叔，去前面搜。是是。从今天起，就由你嫡亲接管声威镇。大帅哥现在是大帅，整个声威镇都是属于你的。肯留在我身边的人，总有一天会发现，在我这个不算茂盛的小树庇荫之下，别说是眼泪、汗，我都不会让你们流一滴听者有份。大帅哥好帅！三天之后，攻打陆丰镇，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宁做鸡头，不做凤尾。以后声威镇继续由大帅哥看着，你们不用再怕被大炮炸了。大炮不用怕，总之只要有大帅哥在，我们都安全。大帅哥厉害！大帅哥厉害！
又打鼓又撒花，大牌筵席，这么大排场，就是要娶个本来是我老婆的老婆。哎，人生于世，可以这么玩一下，你别说，还挺有趣的。马特，你这次做得非常好，我马上升你做旅长，马上接管敌骑声威镇的大帅。来，对准太阳穴，扣扳机，一颗子弹两个人头，很划算。来，来，结婚！我要你现在马上跟我结婚。这是我的报应。佩服佩服佩服，你连兄弟也能下手。马腾，你杀了罗毅，你杀了你兄弟。我很想再听到你们的笑声，我很想再听到你们的笑声啊，让我听听笑声啊。命注定，运难卜，三衰六旺，好难捉，先洒脱，凡人俗，犯规和尚吃狗肉，阳寿尽，落阴谷，生老病死乃定局，阳寿尽，落阴谷，生老病死乃定局，阳寿尽，落阴谷，生老病死乃定局。谁说是定局？结局在我的手里。马大哥，你怎么样啊？琪琪，你晕了三天三夜了，你记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？三天三夜了。嗯。啊，我只记得我被东来打了一拳，然后就没印象了。嗯，不要紧，最重要是你现在没事。我多怕你醒不过来，这几天我都不敢走开。谢谢你，琪琪。冤枉了。你醒了。夜晚，你饿不饿啊？我给你做点吃的。好，谢谢。我去给马大哥做点吃的，记得清淡一点。嗯。你怎么样？伤口是不是很痛？有没有哪儿不舒服？没不舒服，伤口也没事，只是……只是什么？我梦见罗毅好几次。一次一次跟他决斗，一次一次打死他，到处都血淋淋。我跟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不晓得。如果是李新贵杀他，只会更残忍。但是，他给了我个眼神，好像在责怪我一样。别想太多，我相信罗毅会明白你，他在天之灵也不会怪你的。你觉得我没错？情义两难全，对错没那么容易说得清。如果换了是我的话，我可能会做一个不同的决定，但这个决定的结果可能会牺牲更多的人，可能有更多人会受苦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对是错。但我相信你那时候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所有的人，包括罗毅。谢谢你，月婉，其他人不信我不要紧，你信我就行了。别想太多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我去帮琪琪。啊，月婉，啊，你别再乱动了，弄到伤口就麻烦了。你是不是怪我？告诉你大帅哥杀了你爹的秘密，你是不是怪我？我不是怪你，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，我自己也很混乱。我也不希望你难过，我只觉得你有权知道真相，不然的话你会后悔一辈子。
我明白我不能跟我的杀父仇人走，但是我真的不忍心看着大帅哥在我面前死，所以我要放他走，你懂不懂？现在我唯一不知道的就是我自己的去向，我不知道自己现在何去何从。你想离开这里吗？是，这里有太多我跟大帅哥的回忆，我想离开一下。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？你能不能留下？马腾，我知道你对我的情谊，但我不想你做我的太太，真的不是。只不过这段时间，东来、艾妞，他们都不信我。如果你走了，他们也会走，这家就散了，罗伊就会白白牺牲，还有生威镇的百姓，表面都对我很恭敬，但其实他们也不太信我。你名义上是大帅哥的女人，如果你留下的话，就像定海神针一样，能稳住大局。还有，如果大帅哥真的在这儿，他也希望你帮我照顾百姓，就当是你帮我度过这段时间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，月婉。你好好休息。东来，我有点饿了，跟我出去吃碗面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天天在这儿发呆，不吃不喝也没用的。马探被你打了一顿，你也发泄过了。哎，圆婉来了。啊，圆婉。啊，圆婉，怎么样？马大帅怎么样？他没事，不过身体很虚弱，还不能下床。哦，那就好了。那天东来发了疯一样打他，我怕他会有内伤。东来，我知道你很痛心罗伊，不过罗伊在行动之前，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。马探他身处其位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他也不能殷勤徇私，所以他才会逼不得已开枪。你别怪他了。哎，虽然说是情义两难全，但是当时我在现场，我看着马大帅跟罗营长他们决战，罗营长在生死关头也没有下杀手，还故意打歪了。但是马大帅连眼睛都不眨，一枪就打死他，换了是我，拿着枪也会手发抖。马探他一枪解决，并不是因为他冷血无情，而是因为他尊重罗毅的选择。如果我是罗毅，我也想痛痛快快地死在自己人手上，而不是李细贵的乱枪之下。东来，你是罗毅的兄弟，你应该很明白他怎么想的。马探不会想牺牲罗毅的，但是他必须要顾全大局。现在大帅哥走了，他要替大帅哥去保住我们，保住深威镇。大帅哥跟马探比，马探是没有大帅哥那么好，也有七成吧，但是也总比其他的坏军阀好。死有轻于鸿毛，重于泰山。现在大帅哥跑掉了，马探又能保住大帅哥的地盘，罗毅的死总算没白费。我也有错，如果我也去，马探可能就不会开枪，罗毅也不会死。世上没有如果，如果你去了的话，也不一定能改变结局，可能只是多一个人牺牲。大家都没错，错就错在我们生于这个年代。所谓长兄为父，长嫂为母，大帅哥不在，你不听我说，你也应该听圆婉说，别再耿耿于怀。死者已矣，我们前面的路还很长。顾
先生，你特地叫我出来吃面，是不是有话想跟我说？是。袁婉，我想知道你有多信任马探。刚才那里人多，有些话不方便说。现在就我们三个在这儿，我不妨开门见山。虽然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，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，有些事始终想不通。什么意思？我到现在都想不到一个借口给马探，他为什么要置罗毅于死地？他之前也说过，他是以大局为重。还有，就算他不杀罗毅的话，李希圭也会杀罗毅。你觉得李希圭真的杀得了罗毅吗？马探跟他平起平坐，如果马探坚持要审罗毅的话，他大可把罗毅带回深威镇再做打算，不需要把他就地正法。但是，决斗是罗毅提出，那又怎么样？你跟我都知道罗毅不会杀害马探，就算罗毅要牺牲，也不代表马探要成全他。马探也可以一样打歪了，打不中他，保住罗毅的命。你们想想，罗毅死了对谁最有好处？马探，他杀了罗毅就可以跟劫狱行动划清界限，蒙大帅会觉得他大义灭亲，说不定会更加重用他，那他大帅这个位子就更加稳如泰山。马探不会真这么做吧？这个只是我最极端的猜想，不一定是事实，可能是我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不过于公于私，你把马探打成重伤，应该跟他道歉。哎呦哎呦哎，给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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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给你了，再来一次啊！来什么？全都输光了。喂，大帅哥就跑掉了，罗副帅又死了，马大帅呢又被东营长打了一顿，这次真是乱成一团啊！喂，镇长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不用害怕，我们深威镇呢一直都是乱成一团的。我们做小的很简单，最重要就是认清谁是大帅，有指示下来就照做。这段时间大家就当休息吧。啊，就是就是，大家集合。列正，经理，是。之前发生的事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。对不起。马大帅，之前我以下犯上，你打我，兄弟一场，我不会跟你计较。不行，你一定要打。我一身伤，怎么打你？不打。你打。啊，邓营长，我怎么敢以下犯上？我命令你，打。哦，我。用点力，哎，再用点力！啊，邓营长，你别怪小人了啊！滚！这个，嘿，你，给，给，给，住手！哦。满意了吧？谢谢。你就皮糙肉厚，现在我一身伤还要打你，知不知道是我惩罚你，还是你惩罚我？好了，没事了，大家扯平。这段时间我们经历了很多事，但是无论如何，深威镇现在已经稳定下来，将来我希望大家可以团结一致，一起搞好深威镇，明不明白？明白。之后我们会有更加多的挑战，希望大家打起十二分精神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会加练，还会严格执行军队的赏罚制度。是，马大帅。解散。
我早就猜到了，果然是铁血管制，大家以后要放聪明点儿。总之啊，以后没好日子过了。哎。马大帅，你怎么样，东来？没事。我给他检查过，没有伤及筋骨，没有大碍，不用担心。东来，东来，我们打也打过了，痛也痛过了，我们还是兄弟，对吧？那天大帅哥阴差阳错，从小兵摇身一变变成大帅，之后我们接管这个镇，这就成为我们的家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我很珍惜这里。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经历了很多难关，我们还是守住这个镇。本来只是过客，最后我们变成这里的主人。但时也命也，大帅的位子落在我头上。我知道我不是每个决定都做得对，但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大家，因为我知道大帅哥不会再回来，我马探有责任守住这个镇，而我需要你们帮忙，没了你们，我守不住这个家。只要你不吵我，又准时发工钱，我会继续做你军师。家有兄弟，不走。为了大帅哥，为了罗毅，我们不会扔下你一个人面对这个烂摊子。谢谢你们。圆满，秦叔叔。圆满，你在电报里所说的话是不是真的？你肯定没错，不会有错的。迪奇他自己默认了。到这个时候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原来杀你爹的人就是迪奇。我知道他对我好是为了补偿我，不过我自问跟他相处的这段日子，我真的不觉得他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。我不知道他怎么下得了手杀了我爹。虽然我没有亲自接触过敌机，但是听你所说，以军阀来说，他也不算是无情。虽然他没直接帮过我们革命党，但是至少他没有追杀我们，还挖掉麦仙根的地雷和销毁了蛇南的毒气弹。其实他间接帮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忙。发生过什么事都不重要，迪奇他安全走了就行了。现在的问题反而是，我还应不应该留在马探身边？你给我点时间，于公于私，我也想多了解这个人。至于你爹的死，我脑子里还有很多疑团，说不定马探可以给我一个答案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找我有事啊？我问袁婉的，他说你每天都会来跑步，我就过来找你。啊，你跑了这么久，吃个苹果补充一下体力。这段时间麻烦你照顾我了。苹果很甜，很好吃。苹果是在芬妈的水果摊那儿拿的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就多去光顾啊。
这么麻烦，你帮我拿就行了。又要我拿？我现在已经被人误会了，你知不知道阿芬他呢？他笑我总是进出大帅府，说我是大帅的人。 去店里帮忙了，刚想起来阿珍今天请假了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小心啊！谁呀？现在狄奇走了，你做了大帅，应该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多顾忌。 很多事，你都能放胆去做，是吗？是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你不用拐弯抹角，有什么想说？好，那我直接跟你说，我想知道你以后还会不会帮革命党？袁婉留在你身边，会不会安全？我一定会保护袁婉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至于帮你们，是，我的确认同你们革命党的理念。 但我不是你们的人，我们的岗位不同，形势方式也不同，我们为什么不能各做各呢？大家用自己的方法去达到理想，就是救国救民。因为我们敌人太多，蒙大同在周边的城市不断挑起战争，越来越多百姓受到牵连，我们要团结一致，集合大家的力量才会有胜算。又是这几句：麦秸根，一天浇蛇难。 全都是我一个人解决的，其实不需要你们，我自己也能搞定。反而是你们革命党一直没有成绩，要不你们别来帮我，别拖我后腿，别妨碍我做事。我不怕，你到底明白罗一翔？你才不明白。卡。哇！ 看来新一枪要改一改呀，这个动作能不能改下动作啊？不要这样，哎呀，练太这下动作真不好意思啊，哎呀，我想，哈哈。